什么呀？你再说一遍。妈妈，我怎么就不能不哭了？那你为什么哭呢？我就不能不哭了。我知道，那我问你，你为什么？我就好不了了。你就好不了了呀？嗯。为什么哭呢？我就不好了，不能好了。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哭呢？你告诉妈妈。都不能好。你哭总有原因吧？你为什么哭呢？没有原因。没有原因呢？嗯、那你就是无缘无故哭闹呗。不是，我在演戏呢。演戏呢？嗯。其实在外面演戏呢。你在外面演戏呢？嗯。演什么戏？装成大变样，又装成不大变样了，在演戏呢。擦脸，擦眼泪。那我在演戏。那你演完了吗？演完了。那你现在该瘦了。都受不了了，演戏完了。你太投入了呗。那都哭不完了。你哭不完了。这有姑娘叫头头，长得好看又闪亮，一双美丽大眼睛，辫子粗又长。后面呢？再回城。就在那晚上，你和我来到巷子旁，城门有挂绿水水，水之小荷塘。很好，你给大家自我介绍，你是谁呀、啊？我是小童宝，小名叫童豆，大家也叫我童宝。嗯，谢谢妈妈，我真喜欢你呗。嗯、哦，妈妈也喜欢你。爸爸妈妈都喜欢你，那彤彤呢？彤彤只喜欢妈妈。你可以爸爸妈妈一起喜欢，知道吗？就像爸爸妈妈都喜欢你一样。不行，为什么不行？我再选一个。爸爸，我上班太忙到了。你忙到什么？